永远记住了，想找你的人，时间总会有；不想找你的人，忙碌就是借口。想陪你的人，多久都能等候；不想陪你的人，片刻不愿停留。有生之年，找一个心里有你的人，交出真心，换他的珍惜，给予陪伴，换他的眷恋。你的真心很贵，你的真情无价，一定要留给真心对待你的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